不行，必须跟当事人聊了才有效果。接着打，接着打，接着打。周法官，你之前不是说有时候要适当的晾一晾当事人，让他们上头的情绪再缓一缓？那可以啊，这平时跟你聊的也都记住了。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当双方当事人都松口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要趁热打铁。那什么时候要晾一晾？什么时候要趁热打铁？判断，判断，拿什么判断？用眼睛啊！我看不出来啊！你当然看不出来，我这练了多久？你这才哪到哪呀？我做了6年的法律，什么样的案子没有见过？这种夫妻矛盾，一年来说最少是上百件。喂喂，不用想那么多，跑量啊，这量到了，自然就到了。坑蒙我的菜鸟法官，你还看不起别人？